镇江的朋友们，大家继续来表示你们唱最好。我可以改变世界。镇江，我们今天是从台北飞到南京，南京开车到镇江。那镇江呢，就是要去表演的场地了。现在这个鞋子呢，造型师帮我借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弄，鞋带怎么这么长？好，通常都自己绑鞋带，但是我真的看不懂这张鞋，不知道要怎么绕。蔡妈辛苦了。欢迎王力宏来到镇江玩。